OK 啊，那对，睡了一个晚上，我想一想，到底我们这个音乐到底要怎么继续执行下去？那我想一想说，诶，我们这个音乐其实是主要目的是当背景音乐，那压在所有的声音下面，其实会再减个25到28 dB 的声音，那其实就很小声。那垫在整个音轨的最下面当背景音乐，那只剩下最重低音的鼓声可能会听得到，还有一些比较高频的，可能到1000K、2000K 以上的你才听得到，其他的中间的全部都被压掉，因为减了25、28 dB，其实那些都听不到，所以我在叠很多很多的细节，在中间好像没有什么屁用，所以我们在想，要不要就打算就把那个钢琴就直接砍掉。或者是再从那里延伸，看看到底有没有办法，把那个高频主旋律的部分，把那个要么是钢琴，要么是其他乐器吧，啊，重搞啦，就把它让它变得更变化有趣啊，然后让它变得更丰富这样子，因为目前就只有几个小节，4个小节就一直重复，然后看要不要把它延伸，还是再让它变更多，就试试看喽。